我们持续聆听市场的声音，重视每一个客户给我们的反馈，然后我们持续推出更多样的车子来满足现在市场上更欲趋多元的用车需要。基本上一台新车嘛，就是我们帮全新改款车子，颜值不够，基本上我不太容易抓住年轻人的眼球，所以在这一次改款的重点，很大的一个重点就是外形的一个提升哈，我们如何去让它变成一台很潮的哦，一台哦年轻人使用的一台休旅车，新世代的整个内装的全面的一个版型哦，全新的设计语汇导入之后，让整个车内的线条更为利落，更为科技，更为时尚感。首先，我们入门车款加配置附加价649,000，同时我们全新导入1.0 EcoBoost 的引擎，旧换新价74,900。